得有点饿了，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吧。给你看看我最近录的阿胶红油肉皮，真是贼好吃。然后我告诉你们哇，最近拼多多有活动，依旧有机会秒杀15包阿宽红油面皮。这个面皮就非常有嚼劲，而且它还是四川特色美食。你们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就可以参与了。姐妹们冲冲就完了。